嗨，你想什么呢？一脸春样。啊，我哪有啊？雪阳。嗯。我好像对一个人动心了。是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是谁啊？我认识吗？太好了呢，真的是太好了。不是啦，应该不算喜欢。你先别激动。所以说，你只会因为那个人心动、脸红，却没想过和他成为恋人关系，对不对？嗯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嗯，没关系，这样很好啦。小兰，我一直很担心，因为你自从叔叔阿姨出事之后，就变得不爱说话了。虽然你原来就很少说话了，可是现在的你有点拒人千里。不是说人会因为害怕失去而宁可不曾得到吗？我还担心你将来会孤零零的一个人过呢。不过现在好了。嗯。谢谢。嗯，严清河。嗯。啊。那家伙，原来有女朋友的吗？嗯，明明是自习。他跑去哪里了？班长，有没有看见我的同桌？肖兰的话去操场排练了。另外，声音给我小点儿，别影响别人。排练？去看看，去看看。下面这个动作我们再来一遍。按照我刚说的，注意跟上节奏。真的只有他一个男生，但却觉得不违和。一，二，他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真是。对不起，我休息会儿。好了。这就是之前那个投票选出来的事情啊。嗯。你觉得麻烦吗？哎？麻烦的话，就和别人商量一下，换一个人选就好了。想来的人应该不少吧？嗯，我和别人都不是很熟。那我去帮你说吧。可以吗？他的眼睛，亮闪闪的。太好了，这样就不用耽误打工的时间，也能赶出参赛作品了。第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开心。参加什么比赛了吗？一个绘画比赛，机会难得，我就报名了。哎，那不是很厉害吗？那我下次可以去看你画画，感觉超有艺术气息。而且你本身很好看，场面一定很养眼。好。真的吗？那可不可以给我画一个画像？我还没有试过呢。挺好啊，一个人就2块钱。就算多买，我也不会进去给你们付钱的。
成家，你够吗？我可以给你一块的。不用了，我够的。走吧。哼，臭小子，你对你哥哥从来没这么体贴，对那小子倒是大方，还拿着我的钱。我喜欢成家吗？喜欢个屁呀、啊！他可是个男的。干嘛打人？男的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，就是喜欢，不用你管。哼！可恶，韩城加个混蛋，带坏我们清流。谢谢惠顾。哦，哥哥，店里有个超漂亮的小孩，长大一定是个美人。美人？女孩子吗？这样才对嘛，你应该多对女孩子上点心。是个男孩子哦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说到底都是你害的，臭小子。再说了，男孩子长大后就是男人了，哪来的美人？嗯？哦？袁清河同学？哦，说不定真的有呢，美人。啊，总算把那三个小鬼送回去了，烦人。其实不用送我，我一个人可以回去的。没事，反正我也是闲着。那三个孩子很可爱，而且我超喜欢成家的。哎，小孩子可真好啊，最直面自己，最勇敢追求，那份勇气要是能分我一点就好了。那个，嗯，你有女朋友了吗？啊？不是的，那个是我的好朋友。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明明有风，却吹不散体表不断溢出的热度。我知道，这都是因为我对他不一样的感情。原来如此。嗯，刚刚我好像松了一口气，为什么呢？到底为什么呢？我要是再不睡，明天就起不来上学了。你能不能出去啊？你睡你的嘛，我心里有点乱，但是看着你我就很安心。你就让我看着，我不吵你的。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最近很奇怪，心里总烦躁，还是无法缓解的那种，看着清流也无法安静下来的那种。清河，嗯，袁清河。最近我总是惹女朋友们生气，哎，但是没关系。Kiss 是个好事情，能抚平彼此心中的焦虑，无论是对方的还是……不
东西。你干嘛突然讲话？你咬到我了。没事吧？我看看。袁清河，手拿开，我看看。我就看看，要不我送你去。我自己去医务室。袁同学，你去陪女朋友吧。那我帮你把垃圾。垃圾我也会自己扔的。你不是要去医务室吗？下节课我帮你和班长。不用，我还是自己去吧，我不喜欢麻烦别人。你又画错了。别怕别怕，是我是我。啊，你怎么？你一个人这么晚不回家？我担心你一个人不安全，所以等你一起，正好送你回去。其实你不用这样的，就算我们是同桌，你只是我的同桌，没必要对我特别照顾。什么特别照顾？我并没有。那你就别做这种多余的事情。就像你没必要照顾我，我也没必要对别人的同情感恩戴德。你觉得我是在同情你吗？从刚刚开始，无论我对你说什么，你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。你这样让别人怎么和你交流啊？那就请你放弃和我交流吧，反正我也不需要。啊，算我多管闲事，随便你。干嘛今天找我打架？偏偏我今天心情很不好。你心情不好啊？那我可开心了，即使今天打输了，那我也是倍儿爽。去死吧，袁静和！啊！你怎么跑来了？快给我看看，有没有打到额头？那可是铁棍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没事儿，我用包挡着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突然跑出来，吓我一跳。我送你回家吧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那个是。小兰，早上好。
一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，以为时间会抚平伤。相约在老地方，现在曲终人散场，只剩当初夕阳回头望，人世无常。月弯弯，痛得心碎了一半，碎了一半。月光把这些年染得那么蓝，等不到圆满，都怪我们不勇敢。你在我生命留下的遗憾，怎么怎么